我要讲的就是，那刚才上面有一个大表嘛，就是有 L 个 fold 对吧？然后每一行的话，实际上就是跟下一行有一个 fold，我就讲其中的这一次 fold 发生了什么。我这个题目写在这儿啊。accumulation 或者 folding in all max reference checks 其实我们核心就主要是讲这个accumulation 或者叫folding scheme，这个 NARC 呢，就是它在文章里提到一个 STS 的协议，叫 special sum。special sum 呢，就是简单理解就是对我们各种这 RCS 以及其他的各种协议一个方法吧，因为它本身要做的就是一个风险的一个合并一个方案。然后我们，OK，我们的目标，一个 goal，我们这个合并目标就是 fold 这里边可以有两个，一个是我们先写 V，一个是就是我们前面 fold 的这个 V，比如说我们代表从第一步到 DI 比如说这个 V 代表第一到 I 步的这个计算，那 V 撇代表当前的这个 I 加一次计算，那我们 fold 出来就是会 fold 出来一个 V I 加一这样的一个东西。然后我们的第一就是 fold 一次 I 不行，然后我们还希望说，把这出来的东西可以继续 fold。这就是我们的目标，就是一是可以 fold，把两次计算可以 fold，然后fold 之后我们还可以继续 fold，这就是它解决问题。然后我们再继续看怎么去做。对，待会儿这个我可以说一下，可以说一下这一点。对，我用一个具体例子说一下。我们先看我们有什么，我们现在。第一个部分，我们现在有的一些东西，require 表，这个是表示我们的 accumulator 的这个计算，然后我们下面再画一个表示，我们可以这一行表示，叫 STS 或者叫 NARC。我稍微解一下 SPS，SPS 在这儿写，就是，如果是你叫 K special sum SPS 的话，那表示，我的 pool 和 verifier 我的交互的次数，也就是它通过这个 transcript 去做这个交互。那我有 K 个 transcript，我通过这 K 次交互呢，我能确定最终的这个协议的这个 sum，就是表示这个 sum。那就是它是这样的一个方法，其实你可以从我们的这些 snack 里边其他协议都可以看到，我认为它是一种对那些协议的一个抽象。然后OK，我们看看这块儿，
那我们 fold 实际上你可以理解为这两个 fold 是我们能把它俩 fold 一下，一个是 donator 是把之前的计算给它 fold 之后的结果，那这个是当前的 case 组的，然后这里面有变量 x 里边有 public input，还有是之前的 c 撇，对，它的 c 撇，然后还有然后下面这个 NARP 它有 public input，有 C，这个 U 对应过来，我们给它写成一，然后它没有一，这是的，然后我们再看，我需要解一下这个 U，这个 U 就是我们的叫 flag 变量。待会儿我们可以看到，就是我们再提到一个问题，就是怎么持续的那个 float。这个 E 就是我们的 arrow stem。然后它这里面还有这个 radiance，就是 massive。还有，这块儿就比较重要的一部分，就是他要去做这个 check。这部分对于有听的人来说，他是这样的 check。这个意义是，对，就是，他是要做这样的一个检查，把这个 flag 给它放进来，然后乘以它这个 fg，fg 就是。fg 应该就是你的这个协议的每次交互的一个 transfer 都算的东西。然后对于 NARP 的检查是这样的，跟上比较类似。这个 D 表示你协议的那个生成端是那个接，然后这个是 U，这个 U 我也写一下，因为可能它后面比较方便理解。那它这是一，我可以写一。它最终生成也是一个 L 的这个，不过它是零向量，然后其实它就是零的 L 级这样。是这样的，它是这样 check，OK，然后我们下面要做的实际上就把它俩给它 fold 一下，这两个表分别表示这两种计算，我们把它 fold 一下，fold 之后我们会变成这样。
对，是这个。然后，它 fold 就引入了这样的一个随机数，然后把每一项都 fold 起来。然后你看，就是下面选项都是乘以这个 x，一乘以 x 加这个 u，在这儿，m 乘以 x 加 m 一撇，它俩对应。然后 r 呢，就是它们俩 fold，每一项选项 fold 起来。然后最终。因为它是一个对象式，我们可以把每一项都带进去，带进去之后会得到这样的一个式子。这个怎么来的呢？我们可以简单看一下，就如果是，你是有这样的一个标识，那这个 x，就是一个对象式分解，多项式分解，我先说一下最终结果，最终结果这一块就是对应这一块，这一块对应这一块，然后剩下的就是写这 l 分。这个是我们的 ECC 的 ChatGPT，叫 V2C，这一块叫 Linux，这块就是我们的 R2。对，我用具体例子来说吧。背景呢？当然可以看，像它是那个递增的，就它的每一项都成 x 平方 x 平方那样的。你说的是 fold，然后进行一下。是 x 平方吧？对，就是在这儿，就是它剩的，挺好。就是它为了凑，说我把它凑起来，那我这个 fold 之后，我要体现它们两个，就是。那这一项实际上是，你看，这就是从零到 D 项，对吧？一共有 D 加一项，对吧？那这儿呢，就剩从一项到 D 减一项了。那剩下两项呢？一项实际上就是在这儿了。我说剩下两项是指 x，这是 x 零次方所有的项给它合起来，这边是 x D 次方所有项合起来，然后这就是剩下的。就是你做这个因式分解就可以得到这个，对，然后我再继续写啊，这个例子如果没明白，这儿如果没明白，我用一个例子待会儿去说一下。这个我们看到就是它就是 e，然后这个因为是零了，对吧？我们就把它吸收掉了，就是没有了，然后加上这个就过来了，所以等于一。对，最终得到这个东西。然后我们用一个例子来看一下。我们这里边假设有这样的一个关系，d 等于二，那它的这个形式。我们可以写一下，就是我这里不重写，就是我再写，我把这个再写吧。那我们的这个形式是 j 等于零 d，然后 x 加上 u 这个 d 减 j 次方乘以 s 这个，那算是什么？
15分钟了，OK，15差不多，加15加。差不多，F 对，对，X 同意，M 加 M 加 R 一，对吧？然后我们把单写出来，就是在之前呢，我们需要用实际例子去说，对吧？我们把这个 FJ 定义，这个比如说我们的常项零 F 零 M 二等于这种等于一 F 一次项 M 二。我们等于 R1，F2 是这样，R1 的平方，就是，这我觉得就是它得到的一个值。不管的话，是指这个 F 的话，都是这个这个只是对这个方法的一个定义，它不是一个常数。就这个值是不是 change 或者一个随机数，我也不太知道。它是从那个 M 向量和 R 向量里面选的线拿出来的一次项。肯定是 R，因为这里面没有 M 嘛，就 R1 就是从 R 向量里面选了一部分出来，然后下面是二次项。好，我们有这样定义，然后也，好问题，就是你又回到这儿，对，我再稍微解释一下你的问题，就是，我们在 Nova 里边，实际上你看到它是只有一个 U，对吧？U 是一次的。就是 Nova 是我 for 的时候，实际上是刚写的 Nova 的版本是，你要解释有什么用吗？哎，你不会解释 F？OK，我还记这个啊，所以你提到那个问题，我们待会儿再回头看，中间具体的，然后我们就可以去。这个去计算一下，这两个分别是什么？那我们的这个 V 的 max，我这个 translator 去软件里能得到这个效果。U 啊，当 k 等于零的时候，对吧？E 是二，是 U 的平方，平方，然后对吧？这个 F 零就是一，加上 U，R 一撇，因为这个是用 R 一撇表示的。就是这块我不是非常明白啊，但是，就是这个是对于就是它的一个这个的定义，然后这个为什么 R 写？我觉得它是换了个表示。对，我觉得这个理解应该是 OK 的。对，然后当这个 J 等于一的时候，然后我们再看 J 等于二的时候，那这个一点 J 就是零，U 都没有了，是吧？也就是二次方，那我们就再加上 R 一撇的平方，这个就是这个过来，然后我们再看这过来，我们叫 V 那等于其实就把它们几个加起来，对吧？因为它是一，就是这一项。
M 加上，对吧？然后我们有了这个东西，然后我们再看这个，再看这个。那实际上它就是 XU 平方，对吧？乘以 F 零加上 S 加 U 乘以 F 一加上 F 二，对吧？然后再继续算。这里边因为是折叠的这 F0、F1、F2，等于 F0，那叫什么？折叠的这个呢，这个应该还是比较低一点，所以我们看折叠之后的就等于 x，因为它是一加上 u 的平方，我们就然后再加上看这一项，F1 就等于。把 x 又拿下来，fu 就等于 x 乘以 r 一加上 r 一撇，再加上 x 乘以 r 一加上 r 一撇平方。OK，我们现在有这个，有这个，然后我们就可以再继续。我们的目标是找到这个东西。然后这个就是对应这儿，这是对应这儿，然后我们下一步看怎么玩这个。我们知道这个是对 x 是零次项的时候，所以我们在这找 f 零次项，这是 x 零次项是 u 方，对吧？这是 x 项是 u 乘以 r 一撇，其他项都有 x。再看这个，r 一撇的平方，对吧？然后我们再看，我们再收集 x 的平方项，因为这个是 d 次方，对吧？是我们的 degree。x 平方项在这儿是多少？一，对吧？这儿呢，x 乘以这个 r 一，这儿呢，r 一平方。OK，它乘以 x 平方，对吧？然后剩下就是这个东西，这个就不写了，就是它因为剩我们两次方，这有0和2，中间就是一次方，就 x 对这东西交叉项，对吧？那这个实际上就是我们看这儿，对吧？就是它这个东西。这个呢就是它，对吧？然后剩下就是这个东西，就是这个 L 型。就这块为什么它用这个 x 加，为什么就用 d 减 j 次项？因为，我们看我们 for 的时候，就是，就是我们两个这个地方是相乘的时候，我们为了保证你的常数项能得到这个，你的接就是这个接住的这个 x 方向得到这个，你的这两个地方是这个，你把 x 跟 u 想成两个变量，然后这是一个起次的多项式。起次多项式，你用的 Fj 是 degree 是 j，所以说你左边那个理解起次。对，就是我理解是你要把它们加起来，它们加起来之后。就是它这个 u 是为了凑它们加起来之后等于 t，这样你 fold 之后，你最后 fold 之后的这个结果，然后你也是一个相当于这个 t 的，就是你要保证
做了之后还是同样的一些词，所以它是这个递减阶就是错这个，只能继续 fold。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目标就是能 fold，对吧？我们刚才已经 fold 完了，然后我们再继续 fold 的话，就是它这个就是保证了你可以再继续 fold。OK，我们这个就 fold 这个，他负责的思路，还有五分钟，为什么要把好，三马十上。二分钟要直接放？对，你先讲，我再问。对，这块我也不是非常清楚。然后我们就看具体这个协议了，就是 P，对。我们 Pro 会把这个 error 证的整个发了。就跟你右边显示那个 slide 上的一样的，这右边屏幕上的。对，是这个啊，对，第三步，对。不错啊。然后 EJ 呢，它是对这个每一项 E 小 j 做 commit，然后这里的 j 的发出去之后，因为它就是那个结果。然后 wireframe 发这个一次性过来，然后 approval 会算，approval 会算这些，fold 的这个 hub input，这个实际上是这块儿，就我只是把。先不管那个，算。对，他会算几个，就是你可以看这儿，就是这个 pi c r u e，他都会算一遍，就是你说了之后c，先把它这样写，r。然后，Pro 还会单独算一个这个，所以呢，就上面算的就类似的，不超时。这个 E 呢，就是这样子，大 E 加上 E 加，可以玩法，对，就是这个，就是把这个 E 换成承诺，然后它的，OK，然后玩法也同样算这些，我这不行。说这个还是，这是比较特别的。然后这些，他也会算，他那不算。最后还他还有个 decider，decider 就是那个 decider，这就算了，这忽略了，就是我觉得最核心的。这一次哦，decider 应该是就决定你最后的 C，对，验证 decider 决定你的就是 C 是不是对，C I 那个然后以及你的 E 是不是对，就是它是其中一步，这个应该是验证你那一堆把那个信息发过来的。对，这是其中的一步。
这个问题，好，可以。就是为什么他这样拆完这里就是这里就可以看成 verify 的和 erase 的，这里可以看成 verify star，这里就是 error 的。就是左边是那个 running instance，那个 VCC 是 running instance，VNAC 是incremental instance，就一次性 OK，这边两边用的不同处理。然后右边的一堆的 error 上去。咱用到的是每样一个金额的时候，把这个转换方向是先做了，然后诺瓦这种相当于是还是直接加值。诺瓦是只有二次，一个月只有二。其实是它强，这个是一个月可以任意。他其实是强行把 hiding 被放进去，然后把所有 LT 收集了起来。其实 that's it，That's it. 呀 that's it。That's it. That's it. 你得到了它。我失望了，没有没有，后3.5还是有点东西，下一个吧。是吗？OK，期待一下。那下一个，OK，硬核硬核，相当白板可以去上厕所。尿点尿点。完了，我这要死。要不你们先吃。他比那个 Nova 那些一百个全新版的，它故事就是。虽然更低，但是它的那个 cost 也会更高。你再说一遍，你再说一遍。